不谈一，不谈三，谈意，不谈风，不谈雨，谈啥？发什么神经？叫价那么高？看他的肚子有米字，好兆头啊！而且你有胆色的话，就可以比我赚更多的钱。我叫文尼。好，拿鸭仔。都没有见过南亚仔。你们知道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运气差的时候也不分你我了。别开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干别人吗？你觉得我人怎么样？一般般啊。